磨练吧，为这场这次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也希望这次内地巡回完回来，跟台湾的家人们见面这样子。啊，你自己有说的哈。对。所以台湾，我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 ，TBF 问一下，台湾有没有有机会是落在什么时候？要等到明年吗？啊。还在讨论。是哦，啊，你要一样哦，两个蛋都要攻一下哦，搞不好明年会有大巨蛋。好。对呀、啊，大巨蛋现在要盖了，如火如荼哎、欸。不要。要不要来一下、啊？想啊想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还是很多前辈们先。对。没关系的，你就是那个也去排队啊。好。抽签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大巨蛋、小巨蛋、高雄巨蛋三个蛋一次收集完毕。好。然后有机会的话呢，也就回到韩国啊，前进日本啊。好啊。好不好？好。你一定要有点企图心，你这样感觉，好啊好啊，你要说各位。我毕书尽来了 ，Be better, I'm coming。你跟镜头喊话一下，说各位等我等我，大巨蛋我来了，大巨蛋。快 go。大巨蛋我要来喽。你这样子有吗？有那种有没有气势？需要再一次吗？要，没气势。哎、欸，大哎、欸，你看直接被吐槽说没气势。大巨蛋我要来喽。希望这个 B 呢，这一次新专辑的发行真的能够一切很顺利，好谢谢，演唱会是迅速秒杀，加场加场再加场。好的。所以呢，提到你今年出道几年啊？九年。九年了耶，各位，恭喜你哈，追上来了哈，也要从一位数迈向二位数了哈，快要十年。所以呢，我们 Hit FM 呢特别帮 B 做了一个历久弥新的成绩单。历久弥新。是，一起来看一下。历久弥新，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历久弥新。考一下你的成语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历久弥新。啊哈。啊哈。这两个字我知道。这两个字你知道？第一次看。哦，你第一次看哦。对对对。这就是历史的历。哦，历史的历。这弥就是弥撒的弥。弥撒是什么？就是弥撒，我没有讲弥留。是啊。对，就是那个宗教仪式要去拜，要去做弥撒。哦，对，弥月的弥啦，满月小孩，满月弥月。哦，弥月。对对对。OK。总之就是说，历久弥新就表示说，经过时间的淬炼，都能够展现出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你要打开这本《历久弥新》成绩单吗？站在这儿。对对对，来一页一页翻。历久弥新成绩单第一页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各位，这就是 B 的专辑总结，第一张专辑，2010年10月份的 B Story， 一路往下走，有没有哪一张是你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下的？第六张在月底要发行了，特别聊一下。对呀，哪一张觉得说？那应该是最新专辑吧？哦，最新专辑，因为真的。写歌的创作的灵感跟真的之前不太一样，那就是 be better 嘛，想要跟大家迎接更好的10年20年，对，所以呢，从这个新人时期一路走来，慢慢的写歌的灵感越来越丰富，来到了 be better。 be better 专辑除了刚刚的这两首歌，还有什么亮点爆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？其实这次跟李安威廉有合作，维里安，对对对，哦，你跟他是合唱，还是一起写歌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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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合唱，没有合唱，他帮我写一首歌。哦，他帮你写歌，对，那是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啊？抒情歌。哦，抒情歌，是，所以你唱起来很有 feel 吗？有感觉吗？还蛮喜欢的，还蛮喜欢的，谢谢他。这个歌会拍 MV 吗？哦，好像不会。哦。威廉，不好意思哦，你自己那个出个100万，我毕竟我们预算不太对。对。好，但不管怎么样的好歌，希望大家可以呢一起帮忙流传一下，真的很好听，很好听。所以呢，这个是 B 九年以来的音乐成绩单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页有什么东西。噔噔，哦 ，B 书尽演唱会的部分，第一场还记得吗？河岸留言。2011年的河岸留言，然后你有什么？当时的记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第一次站上舞台很紧张吗？就腿软吗？没有，其实那一天真的很多我的 BF 家人来捧场，那
其实我在河岸留言第一次看到，就是连楼梯上都是满满的人。哇，你确定是他们是真的人？没有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对，就是塞爆了啦，塞爆了，塞爆会上。然后呢，又来到了台大。对，台大。然后再来，你看很多海外的演唱会，然后最终来到了小巨蛋，高雄巨蛋。从场地慢慢的一步一脚印，小小的到中型的，到最后的万人舞台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想跟大家分享？哇，其实很有成就，然后觉得从大河岸到小巨蛋、高雄巨蛋，我觉得一路上其实看到很多家人们为了来现场就。真的一直讲不完的感谢啊、哎、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小巨蛋画面也还是会就是很感动激动哦。你看河岸留言台大体育馆有这个特别的舞台，来到了小巨蛋帮你排字，然后你还穿了睡衣，真的是一个蛮酷的高雄。